你是什么古老化石四格哦？哎，你后面有些任务需要采集装哦。为什么你都知道我的任务是哪一个？我有眼睛，怎么看？可以看别人在干嘛可以。啊？你只要完成任务之后回家按任务加入参加任务就可以看别人在干嘛了。哦，是哦，我想说，为什么你那么多次都可以知道我在干嘛？傻眼！我觉得我很变态呀、啊，什么都知道。傻我眼！从我看你从小到大的哦，那种。听起来好变态，我天！我的天哪！是啊，他就是啊。我从臭泥看你变成臭臭泥的哦，傻还是眼！你要走路草变成臭臭花？你选啊？哎、欸，走路草真的很可爱，但它变得臭臭花，我真的不行。不是啊，他就只是累了，眼睛闭起来，他变霸王花或是美丽花，不是眼睛又张开了。丑小鸭总会有蜕变的时候嘛，你看霸那王刚花好跟是美没有丽拿到花。进化之石的那一个，对啊，你装了不变之石，你装了不变之或者是你的美丽花头上的花不见了，就变成石，我不光在，头。光头，超久。什么教主很烦心，什么东西？这什么形容词？哈哈，这到底是什么形容词？我是黄色的象征吗？不，我是橘色。是开车的象征。我会让大家看到我的车尾灯的，抓紧哦。好。哎、欸，我想画一张，就是哈基说：“抓紧了，我要开始甩尾了。”那种图。我懒得拿石头了，我要蹲在这边。没关系，我是觉得直接给江江敲下来就好了、欸，一个人撞，然后给江江打下来就好了。那还是有要有人拿石头我给拿，你我拿，我拿，这个是辅助的工作嘛。我好像钻太里面。然后发现我都没有敲到。少年，跑起来，少年。Stop。后林。我是跑比你快啊，还是你一直在蛇形？我刚没喝樱花药哎、欸。好啦，那萝卜糕你先装哦。对啊，我先吹嘛，你们可以直接上啊。看有人，你看，吹完又要等一分钟，这一分钟可以多打一场，有没有？等下，江江总用走路的啦，啊，没有问题，怎么江江在走台步啦？好了，手把限定哦，键盘办不到，键盘办不到吗？我记得有哎、欸，我不晓得哎、欸，我是没试过，啊，可以吗？哦。不行。大概头啊，来，应该江不是江，不是跑了，而是我抓错边了。等我一下哦，我去看一下走路的剑是哪颗。等你一下，是不是？我有喝水，我有喝。飞你就好。TT，你有感受到吗？你滚在地上的时候，我喝给你看了。TT，你怎么了？TT，我还没从地板上起来过。有啦，你不要骗我，那你哪来受伤啦？在地板上吗？那压得很严重啊。那哪个洛奇亚的特性吗？大气压力。我是觉得大气压力没什么屁用欸。不是啊，它是让那个 PP 消耗2倍啊。可是很多时候打，我看那种打对战，很少人会带洛奇亚。臭臭你使出了打喷嚏，应该是不啾。他们是喷嚏哦，我以为他是打血喷嚏发呀、出来的。啊，他打喷嚏就这样子。你看他关麦了，害羞了。
色为臭臭泥出来的红色的。我以为那个是音效声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音效声是打完喷嚏会哈啾，对不起，哈啾，对不起。我们家的一个叫花椰菜公主，哎、欸，再勾一次，那、啊、没有了。我们的花椰菜公主，她很可爱哦，打完喷嚏会讲个对不起。嗯、然后我弟他同学是哈啾，嗯。哈啾，嗯，我为什么？他每次打完喷嚏，第一件事情就是骂脏话。他的高中同学超好笑的。哎、欸，买了，傻爷。干嘛？你打喷嚏就打喷嚏呀、啊，又不是说你骂脏话、啊。人家说你的喷嚏是音效包、欸，哎。什么奇怪音效？太可怕了吧！需要石头吗？该死！该死！等一下，我再帮你软。甩尾没有？好。那好，我等他起来。好，就现在。生气。哎、欸！气！哦，气！哎、欸，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转很多圈转上去，有时候只会转一下？睡了。转一下什么意思？哎、欸，我没吃到。啊，我有。他醒了，快醒了！他醒了。你先撞。我的大地之锤，锤下去的那个钩爪、啊。哼。有时候他只会转个一两圈，对不对？哎、欸，有时候会转两三圈再动它，为什么？你说勾上去会转个几圈这样子吗？对啊，像下个就有转几圈啊，有时候我上去连转都不转，直接打他一下而已。你要续三啊，你续二的话勾上去是很像拍一下而已。哦，像续二续三的差别。对，你续二不是会往前挥一圈，踏步然后往前挥一下。对啊，那个只那就是续二的东西。我知道，我就续二就是勾人啊。就是、对啊。就好像拍而已啊！只会敲荡一下，然后哎，对。我想为什么这样？这个是我那时候新手还在打那个蒙牛龙店找到的东西。然后奇怪，阿祖没转圈圈。然后观众那时候我记得还教我什么？我想知道。他说你的武器没有发光，所以不会有转圈圈。塞啦！还有什么都市传说？想一下，那时候很好笑。错，啊，滑坡也是一样哦。滑坡的续二跟续三都一样的东西哦。啊，什么滑坡续二？滑坡也可以续那个啊，转圈就你滑坡敲起来之后，也可以再勾爪转圈圈啊。哦，这个我知道，我上次有玩。二日。等一下、哦，我要吹中毒的。你很勇敢，你很勇敢，来打针了，你很勇敢啊！我针才插下去、欸，他只能勇敢。你要陪他去勇敢了，跟你讲。我是温斯顿欸，我拿着温斯顿的头欸，拜托。可以抓了，可以抓了，不然江江。我的。不然江，为了江江抓他。酱油膏过来。我过来了。求你了，为了江江抓他，求你了。这是没陷阱啊。啊，我没有啊，我在等你们放。啊，我怎么会有？我的发，我想说你。然后我刚回家忘记换了。那等江江来吗？哇，我来了啦！我想说站着等你们补货。不是啊，你没陷阱，你刚不说你没陷阱？我有啊，我说可以补货的，我说打补货弹的。啊，没事，我觉得很好笑。你去哪里啦，弟弟？
你还想要磨刀是不是？我被他炸飞啊，磨个剃刀啊！完蛋了，这个没事啊，顺便等江江来嘛。你还想吹？巨锤，我回去。是不是很难推啊？对不对？那时候一直被你笑，根本就很难推，就这个原因啊。你那种表情。哎、欸，你的马尾会变一直线哦。哎呀，好笑，太好笑了吧？会变小杰。真的啊？锤子调配就很难用啊！哎、欸，我在锤你，不要闹哦！你闹我发，我会生气哦！啊，太早锤了啦！你怎么没有阻止我？小杰，你看他头发，你看他头发，转第二圈的时候呀！来了来了。这个物理真的是做得很好。哎、欸，我发现我没吃到，哎，靠腰、啊。头交出来！哎、欸，去天天有石头了，有石头了。有石头了。哇！等下就直接生气了，每次都这样子，打两次，打两次就这样子啦。看，玻璃器，啊、睡了，啊不会，啊要可能要醒了、哦。你们速度，哦不是不是我炸醒的。看到我左边自己的错自己做，我帮他接力，我帮他接力。为什么？明明好像是我先上去的，最后变成是你。后面的人会把前面那个挤掉。挤掉。哦。啊，我想说我也要快啊，可是我没看到你先走了。对啊，他就很贱，每次都这样子，从后面往前懂懂一下，就下来了。后面来比较方便嘛。啊、比较顺。Go go go， 跑啊！对，我 go 我 go， 我 go 到了。美美美是什么？美卡住哇，全雷打很爽，还是全雷打最爽。会吗？我觉得全雷打还好哎、欸。我刚刚那下全雷打600，很痛哎、欸。啊，也许我都是辅助装吧。虽然续三接飞翔爪已经比全雷打痛，但是当下的伤害还是全雷打的。续三当下最高也才400而已。江江知道为什么他口水的时候我们上去又下来吗？我是啊。哦，你怎么会知道？因为我在场啊。哦，你很瞧不起他、欸。不是，我问一下，他很久没出现，我很想他、啊，我怕他。也才两天而已啊、哦。哪里两天？我们多久没狩猎了？因为你们都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们都是个人啊。没有啊。然后有人昨天11点就睡啦。没有啊。我要死了啦！我活了。昨天
突然一关台就收到通知说你待会可以露营吗？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关台了？我说我有在看啊。你有在看呢、欸？没有，是刚好想说你在忙，去看一下你就关台了。DT 你有想法吗？我帮你控。有，我有想法，我要磨刀。肯定没有办法。这想法不错。是染斩哦，不磨刀不行哦。他太中间了啦，他太中间了啦。哇，我帮你们挡了一发。那过来一点啦，啊，来了来了。干嘛？引到旁边磨刀。不就撞到了吗？真是的，真是效果你也信？真是的，为了你又慢了三十秒。没有啦，你也是阎王三剑吗？啊？你那一套啊？我这套吗？对啊。好像是吧。因为插来插去都是大麻胸嘛。然后，我不是大马兄不是要集中三吗？你们用集中三哦。我是没有集中三啊，我是舒服。哦。集中三的话会放弃掉一些舒服。我的天！得加固呢。哦，要会中毒哦。我觉得我的画面应该会蛮好看的。啊，为什么这次没有暗号出来？什么暗号？他要捕获的暗号。暗号在看笛子 buff 没了，准备要吹了。你看。又多花了一分钟，要等这个画面。我要试看他其他音色。一样，我听不到。太死亮了吧？结果四把笛子吹同一个那个地上的 buff， 站在同一格。刚刚他吸气了，他受不 了。哇，我画面好丑。我画面好好笑。哎、欸，还是只有一张票啊。还要再打一场，我不管。好啊，没差、啊。看，他都打哈欠了，因为他拿到两张吧？没有，哦，只有第一场拿到两张而已。你看他有拿到两张，靠呗！哎，我告老师，干哪噻？哇，十二点多了哎、欸。对啊，要不要去关台了？拜拜。我不用啊。一定是喝魔爪害的。啊，我把音效调大声一点。选项，这算是 BGM 吧？那个 BGM 呢、啊？那个笛子的声音。笛子应该是 S1 吧？S1 吗？好，试试看。应该吧。没关系。哦，感谢你的餐券。我的高级餐券都快跟餐券一样多了。猫的抓紧不放报酬金呀！你说一样少吗？对，都不超过一百。没空去刷餐券。哎、欸，呵。
百姓是要不要出来吃饭？哈？什么时候？三月二号。礼拜几、啊？礼拜一。那不行。干！干你来淡水，我们来吃饭。好远哦。对啊，我很就是因为远呐、啊。我今天就要开台了、欸，你那么有空，我哪里有空？是，你可以晚一点点开啊。不行，任性。我没任性，我今天真的是很累很累，我还硬起床七点开台、欸。我只睡，我说要睡午觉，结果我六点才开始睡，睡半个小时就起来，你知道那多痛苦吗？你知道多痛苦吗？我知道，我睡很久也很痛苦。你什么臭很久很痛苦？对，不是臭，我是香，好吗？睡很久很痛苦，你在这边讲给他们听，你会被骂死，跟你讲。你看，有人关麦了，生气了。嘲讽完就关麦。我哪有关麦？我等等都要关。哎、欸，我也有。那是什么？美工刀。哦。可以会刮伤人的铁齿。哎、啊，那个嘞，节操嘞。太怪了。他不想跟你讲话。他是不想跟你讲话，你睡最久的、欸。妈也睡很久、啊，你在那边睡15个小时，在那边吵。好好，卡比兽还是臭臭你啊？选一个啊！卡比兽还可爱一点，跟你讲。卡比兽很可爱、欸。那你喜欢卡比？你要当卡比兽？我没事。干，如果臭臭你的眼睛跟卡比兽一样，你一定选他，好不好？那只是因为臭臭你的脸不像百变怪那么可爱。对他太丑了，丑还是臭？丑，也臭啊！我很丑，好，是我很丑，别乱改。好，林子龙晚安。等一下这场打完就关台了，他俩就说那不太晚。哦，丢不到这个。Where am I? What can I do? 行面具是什么东西？跑回去捡石头。好饿，我天！不要再看猫饭了啦，白痴！欸、看他那个煮的好爽啊、哦！你要看猫婆婆煮的才好吃。猫婆婆笑太爽了吧？你也笑太爽了吧？笑得有点爽。不是，跳熔岩地带还可以跳失败的，我真的是。你是说在原地翻滚吗？不是不是，在16区跳下去的时候太靠近左边，有没有？偏左边。然后他撞到天花板，这落原地起降，我就被兜了。什么音效？星星，我怎么没看到？要从后台看。杰云晚安，不管是你要工作不用睡前，杰云晚安。怎么了？刚怎么叫了一下？他刚跑去挖古种，被发现了。赖冲了不起。好啦，捷运晚安。好啦，来了。
我这音效好恐怖哦。吓死了，刚刚突然听得到好清楚哦，那些石头掉下来的声音。帮你软，是不是有点高？他在那个啊，你的应该是 R2 吧，还是什么？就是瞄准那个投掷的键，按三下转圈圈，然后再按你那个投发射的键。你先原地试试看啊。按三下转圈圈。对，一下嘛，两下，三下，哎，还有一下，对对对，要按三下。你低下位移，然后连续转两下圈圈，然后再按灯笼，有吗？哦，我打棉弹哦，睡了。香香香，好啦，可以补啦，各位辛苦你们啦，你们很棒。打通一点吧，还没吧？我被骗了，我的陷阱就这么不见了。为什么？你怎么了？他为什么离我而去了？我好希望我的陷阱能够回来。不是，你怎么抓了？你不是说可以补了？没有啊，我说我可以补了，我要喝水了。我刚在吹笛子，此补非彼补。我刚刚在吹笛子，
问他。通常我是说可以抓了，我没有说过可以补了吧？好了，可以抓了，听到没有？我是说可以抓了，不是可以补了。有啊，你的麻痹球有用。回去拿陷阱啦！肯定的。哎呦！啊，没骨笛珠，这样会持续多久啊？打呵欠没办法解锁 Face ID。打呵欠没办法解锁 Face ID。我也听成 Face ID。Face ID。OK。你这孔明陷阱会不会踩到？给他踩啊！他刚刚就是放完线你就跑回去了，我知道。嘟嘟嘟嘟嘟嘟。你别跟我说你装瓶啊！奈乐，画面突然卡一下，这是真照吗？快不够了，好喂。没事啊，接机瓶也很好用。我的接机瓶快不够用了。那用通常弹。好。哎呀。哦，好猛哦！你好猛哦！他在说你烂欸，这也是我烂好吗？是说我自己烂，又不是说他烂。大家都烂，有大家都烂的贴图啊，记得。啊，这个啊，这个。哦、OK。别吵了，大家一样烂。嗨起来都好好吃哦。什么嗨起来都好好吃？我在看富潘达。富潘达。对、啊。我在看看今天有什么吃的。啊，心气！你就问他有没有代言那个萧敬腾那个可不可的白玉欧蕾去冰？我家附近没有可不可？叫他一定要有。我叫他看一下。差评，差阶级评。离我最近的在信义那么远。搬家啦，为了可不可？不是，现在没有可不可好吗？差评，自己开一间，24小时。开，傻眼，谁要去负担你？
你啊？我才不要，其实还好，对可不可支持？那加香菜。那天在聊可不可加香菜，我想看。好，没有，原本是说那个加香菜是家乡的那个家乡。哦。嘿，那时候原本想说什么家乡菜很好吃，我说啊，什么家乡菜？后来他是说什么什么卤肉饭，什么家乡菜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哟，不行，好恶心。然后后面就讲到后面说什么欧雷家乡菜这样子，珍珠奶茶家乡菜。撒满香菜，撒满葱花。啊，现在都只有哎呀豆浆可以。不吃。这个，秀。来看看 Uber Eat。那尾巴上面有一个粘着。乱碎啊！黄黄的，哎，终于解完了。干嘛？什么东西？这最后一个有泡泡的。爆玲珑，唉，按错啦。怎么没事啊。你是故意的吗？不，我是真的看不懂。我是说那个跳舞的。谁跳舞？我在等你们啊，结果没人要放陷阱。嘟嘟嘟嘟，你为什么要闪开？当他那个咖啡色的东西出来之前，我就知道你想干嘛。哦，对呢，想到今天有断掉过，等一下记录档哦，麻烦哦。你那个时候断其实还好吧，开不到多久啊，就一个小时半啊。对啊。你是说又不像开到最后只剩下几分钟这样子吗？对啊。一样啦，你以为上传很简单哦？哎呀。
好了，感谢今天的收看。明天就礼拜五啦，礼拜五一样就是翘课团，应该说今天呢、啊，那就晚上再来看看我吧。大家晚安，早点睡咯，啵啵，啵啵，我也累了，大家拜拜。